条不论粗细，装叉不论岁数。我是你的教练杨晨大神。我跟他很有感情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太可爱了，然后又非常聪明，然后又非常自信啊，并且他是爷爷奶奶是吧？是爷爷奶奶陪着，然后他的爸爸也是我的学员，他之前是爸爸来练，爸爸练完之后觉得不错，把孩子送来练了，啊，觉得非常好。然后我们看看，来小马过去，马欣欣过去，来看看，来打高球，来抢高点，抢高一点，转进，对，这个好球，来进，好球，动作做完整，抢高，好球，抢高一点，哎，挥拍抢高，好球，再抢高一点。来杀两个，杀球，哎，用力用力，好球，来用力，好球，来用力，好球，来，好球，一个后场一个往前啊，来往前，好球，来，好球，走，好球，这个好球。好球，来，来，好球，左手要打开你往前，别忘记了，左手，来左手，很好啊。这个待了这段时间训练有什么感想没有？很想，很想待在这里，还是很想回去。两个都很想，两个都很想。那你先回去，我们长大再来，好吧？现在几年级啊？我现在一年级没到。一年级没到？对。六岁。大班。大班。可以，打得非常不错，你现在应该是大班上羽毛球打得最好的，来 give me five， 明天见啊，特别好，懂事，他的爸爸是警察，妈妈是医生，家庭教育就是很挖菜，也不大班的孩子，他也不是最好的，还有中班的，只要你有家长愿意能够陪伴着他一起成长，通过羽毛球这个锻炼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，我们学院365天啊不休息，这是我的微信，因为私信报名，你可以直接在我的朋友圈找杨老师，谢谢大家支持。